今天是星期一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下午的3:48，然后我要去参加一个欧莱雅在东京的新品发售活动，然后现在到了那个车站叫青城白河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附近住，然后就是有他们公司的巴士来接我们，然后大概是晚上啊，下午4:30开始的样子，我有点早到了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来接的也是这么早，我本来想喝一杯咖啡，但是现在应该不太可能了。然后简单说一下今天的用到的东西吧。眼睛眼影是用的 Naked 的一的那一排，然后用的是 Bug， 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颜色，还有一个黑色的那个眼影。然后眼线用的是 Kate 的眼线胶，然后睫毛膏用的是欧莱雅他们家的那个黑色的 Butterfly， 但是有点快要用了，有点干。然后睫毛膏不是，然后假睫毛依然用的是那个台湾手工假睫毛，然后粉底用的是 RMK 的那个粉底膏，然后遮瑕用的就黑眼圈比较严重，然后用的是 Addiction 的那个遮瑕膏，还有就是腮红用的是 MAC 的一个我最近才买的一个peach 的颜色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对，口红用的是 NARS 最近出的那个 Steven and Klein 的那个限量款，是一个红色的唇膏笔，我觉得颜色还不错，比较适合参加活动。然后还有什么，那现在就等着出发了，一会儿见。就来到了会场，然后他们安排的是到这里面先给大家喝点柠檬汁儿，然后再看一看即将发售的产品，然后基本上都是在日本的博主过来，我要去看产品了。最新的玫瑰系列哦，然后这个是铁塔的一个标志，然后这边装饰成这个样子，可以随便看。这个就是之前我推荐过那个，就是金瓶的油，然后他们家新出了这个玫瑰的系列。然后这边是即将出的一些口红类的产品，然后它叫什么名字？能看清吗？这个？这个叫 Collection Star Blake， 知道了，它这个是一个是 Barbara 跟他合作的款，这个颜色 CPB1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Black 就是绯闻女孩那个跟他合作的款 CPB7。 那这边是这两个颜色，然后一个是浅粉色，一个是稍微深一点的粉色，然后这两个颜色呢是明年的2月份才发售的，就是很润的这种感觉，这个还有一点闪，金闪闪，其实是一个腮红，然后它有点像气垫粉饼的那种感觉，它是这种颜色，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比较粉的这种接近玫瑰。
龟色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桃子的颜色，不是气垫粉饼，是气垫的腮红。来到了金泽公园 Molino Coin 一二三，然后这边还有动物园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一个展望台这里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风景。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往下走，不错，如果要往远处看的话能稍微看一点海呀，之后会去看一下红叶，虽然说现在都没有什么红叶。然后呢就是下午的时候会有烤肉。两帮人现在往自己提前预定的那个烤肉的地方走。就属于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就比较冷，就回家好好休息了。